到这个海边沙滩，还有一群国军弟兄们正在操演，到底要做什么呢？哎、欸、哎、欸，于小元，哎，我看起来好累的样子啊，你在干嘛、啊？哦，拜托，血压竟然那么轻松、欸，我现在超级紧张，赶快做热身运动好不好？先暖身就对了。对呀、啊，我们今天要带嘟脑的、啊哦。我们要今天要做好汉中的好汉，英雄中的英雄。过了这一关之后，你就是真男人了。真的，我们要朝国军的梦想迈进，我们就要做海军陆战队。是，所以今天交给你了。没问题，交给你了，好好加油、啊。看到我那么凶没有？有，杀气出现。哎，队长。哎，队长，好，听说二位主要来这边是要加入我们的行列，要体验一下一天的军中生活。没错。确定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就请二位先下去换装喽。好。努力。你为什么不服从啊？我地震。啊！哎，不要！还在笑？什么地方还在笑？对，等一下，士官长，我想你可能搞错了，今天是于小元来受训。不许！两个都要有共患难的精神。你这个时候要抛弃他，你对，可是你挣脱，不要再回嘴了，我等下会来。你不是闭嘴！许阿金，你这个没当过兵的死老百姓，司官长说一是一，说二没有人敢回答三，你还敢回嘴，真的是回的上啊啦！哎呀，惨嘛惨嘛啦，真的是天堂掉到地狱了啦！好，助教就位。是。站好！下！哇！你们站好，他们不可以乱动。不能乱动。是。果然一开始就是震撼教育，这水一泼，哦，我整个人精神都来了。下一个仪式是喝苦茶，都叫上苦茶。大口的，不要浪费。何景俊，不要乱窜。苦茶超苦的啦，这么苦，是不是要告诉我要开始吃苦了呢？好苦啊，好苦啊，好苦啊！各位知不知道喝苦茶的滋味啊？好苦啊！知不知道？这就是要让两位知道，集训队的生活就是同甘共苦。了不了解？了解。所以吃苦简不简单啊？不简单。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准备吃苦。接下来的科目是蛙人操，待会我们就要到列子里面去，跟着体验蛙人操，了不了解？了解。听口令，向右转。破布。许阿金，你会不会转弯呐？哦，就算没当过兵啊，也上过军训课吧？看你还一副搞不清楚状况的样子，待会怎么办呢？开始操作蛙人操。一跳，四个两呼，一二二三三二十二一，十个人的声音就他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待会怎么办？打开，先不要看，左去右回，你看，快点跑！没事，今天快点。啊，连声音太小也要惩罚哦！我和许阿金平常太少运动，一开始就踢到铁板了。不过我知道啦，这个蛙人操是要我们在最短的时间热身完毕，快速能够执行水中的各项任务啦。就是这样的训练，让海军陆战队成为国军的第一道最精锐的防线。完全讲不出话来了，太可怕了！第一堂教育就已经这么震撼了。司官长一定都这么累吗？是啊，一定的。司官长，我做得到吗？这才可以训练出漂亮的蛙人。好。就像教官说的，在干扣的训练也要咬紧牙跟忍耐，这样才能成为海军陆战队的精兵悍将。哦，真的很不简单。掌声一杯。啊！快点！二、三、三、四、五！军训小人加油！加油！对，我怎么已经没有力气了？可是很想放弃，可是加油！徐亮姐他们每个人都在帮你加油，这团队的力量真的会激励你，想要再继续往上冲。可是我真的不行，我会努力的。一、三、四。
些比诺的加油声让我再累都想沉下去，但是基本训练都做得哩哩啦啦的，我们严重的拖累了大家的进度。因此士官长决定让我在一旁，由学姐给我来一个特别指导。手足并起，预备，听哨音，用力用力，腹部用力。好，学姐，你为什么当初想来跨行做这个？想要挑战自己。为什么我做都笑不出来，学姐一直在笑？因为我有练过。学姐有练过？真的，教官可以饿吗？目前海军陆战队已经有8个女蛙人成功的完成受训。虽然我不想向学姐认输，但是我的骨头实在太硬，动作始终不标准，所以我们决定派出个最年轻、筋最软的工作人员来挑战看看。哎，尽管我们派出了体能状况最 OK 的工作人员，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蛙人的标准。我想，我们还是来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蛙人操吧。3, 4, 3, 士官长，这些动作看我是没有办法完成，但是这些是什么样的操练？现在操作的是腿部运动，腿部就是一般我们在下水之前做的一个暖身操，也就是啊做大腿的拉筋，还有身体的这个肌耐力的这个缓和运动。是，所以说正常人要必须经过训练才可以像他们这个样子。那现在在操作的就是前扑，那前扑的动作就是啊在训练你个人的胆识。身体着地之前，用手臂夹在胸前两侧支撑身体的重量，平卧在地面，没有相当的胆识绝对是做不来的。另外还有很多动作也相当精彩，不论是训练腹部肌肉耐力与韧性的手足并齐，或是训练大腿及背部伸展度的背部运动，都让我在一旁拍手叫好。蛙人操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扎扎实实，不但最苦也最严格，不只挑战体能的极限，还要忍受细小沙粒在全身上下不断摩擦的肌肤之痛。训练也不是完全不讲人情啦，训练中教官会视情况让学员们适度泡水降温，还可以快速的恢复精神哦。都不会累吗？不会。会辛苦吗？不会。哇，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为什么想要加入蛙人队啊？哇，因为学生的梦想，以前练田径是个人项目，然后这边是要求团体，对，只要一个人犯错全部受罚。那如果说有人如果不小心像晶晶我这样弱鸡呀，然后一直在拖累大家，你怎么办？哇，同齐之间应该互相鼓励一下，互相加油。所以你会一直加油他？是，不会放弃被人一个人，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这么艰难的环境和训练，要是没有同伴的互相鼓励，怎么能够支撑得下去啦？说到伙伴，哎，我的 partner 于小元似乎不太妙哎。真的，他是真的。海军陆战队的训练真的很辛苦，于小元你还好吗？真的吐了，好难过。因为我看见他脸色发白了。队长，其实会这样子吗？因为一开始来的人，我们的学生也是一样，会受不了，因为毕竟从来没有接受过那么多的体能训练，所以就一般而言，一定会有这样的，这是必经过程。你要撑下去，因为刚刚多学长他帮我们讲。队长，我没有吐，我是太感动了。他那一摊是什么？为了新台湾大体验的名著，我一定会撑下去的。好，既然你还撑得住，我们接着就要挑战沙滩竞技婴儿爬。预备，站！别以为只有硬邦邦的蛙人操才叫训练，沙滩竞技就是用竞赛的方式，以小组为单位，培养团队合作的默契和向心力。绝对不能输他们！啊，加油！为了我们团队的荣誉，我一定要不顾一切，奋力的往前爬。加油！往旁边用，旁边用！加油！快点，快点！听到学长声嘶力竭的加油声，让我只能奋不顾身往前冲。但是，干嘛跑？快点，快点！真的，真的，加油！加油！天哪！
是的，我爬歪了，真的是拍谁拍谁啦。本来速度就不快了，现在更拖累了大家。做婴儿爬的动作似乎很简单，但是轮到自己才知道并不是那么容易呢。用手肘往前冲，还要同时注意方向。哦，我已经分不清楚东南西北的啦。学长真的很拍死呢，因为我们严重拖累了大家，让后面的队员们必须要更努力缩短因为我们而拉大的距离，也是这种团队荣誉的压力让每一个人都是战战兢兢。我真的觉得来这边真的是太厉害，而且你就会觉得说我每次在闹苦，我不能闹气，后面所有的一个背后坚持的肩膀帮你加油，千万不能放弃。我刚真的撑不下去了，你知道？可是旁边小圆加油，小圆加油！我也看到你很努力把它走完了啦，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我应该可以完成的，团队的力量！加！啊，还好还好，君君，你们还好吧？还好还好。接着我们要这个给各位轻松一下，就是体验一下我们的沙漠风暴。沙漠风暴，这又是什么活动啊？士官长还拿给我们一个人一个蛙镜，让我越来越搞不清楚状况了。对啊，虽然士官长一脸的笑意，但是他越笑我就越毛，让我有不好的预感。救命啊！现在是什么情形？怎么会是娱乐嘞？这是在惩罚我们刚才拖累了大家吧？那我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我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哎呀，超可爱的你，是吗？我早上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了。结束了吗？对，结束了。但是还有下半部，还有下半部要到游泳池。讲，经过早上一整个早上训练，我发现我强壮不少。有吗？出来了是不是？看着。有吗？在哪里？一二三，啊！不敢看。看到没有？八块肌，好不好？你这个好虚哦，而且好软，收起来好了，对不对？盖起来好了，对。别讲，别讲。人家这是长时间训练，对。两个，大家注意，老师。对，请小心。待会操作的时候，所有人注意到安全跟纪律，服从教官的指挥及领导。各位弟兄有没有问题？没有。我没有问题。请说。我们要体验什么样的课程？我们可以玩水吗？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水下深水池，着重于技术的部分。请看我们准备了相关的专业的器材。阿娘喂，看到这一堆的给息，又是步枪又是钢盔的，本来想说在游泳池应该没有刚才的矮道，看样子今天教官打算给我们好好的教狗教狗。队长是不是没那么简单啊？各位觉得呢？都很不简单。压力好大，好天哪！哦，回出来蛋。好吧。好。好，没关系。对，教官，冲了，开始吧。对，少休。开始换装，小心！哇哇！哎，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全部武装。对啊，哎，问一下，学长，请教一下，不是要下水吗？为什么要穿成这样？我们家的科目是武装漂浮。武装漂浮，看了就知道。执行两栖作战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落海，人员容易因为惊恐而造成抽筋或是其他的状况，因此队员必须要能有效运用漂浮的技术，漂浮的越久就能大幅提升生存的机会以及救援的时间。
各位把枪支比较重。好，枪支的重量约3.5公斤。习惯了枪支的重量之后，再加上一顶钢盔，循序渐进的方式让我体会到了长时间泡在大海当中，身上的负担也会跟着越来越沉重。手要频率要加快了，因为它又更重了，而且钢盔在水面上它没有浮力的。往后沉的那个感觉，我这样在水里面漂漂多久啊？我们会先从徒手漂浮开始训练，徒手漂浮约要实施3个小时，那武装漂浮，啊，我们的标准至少要能够持续不断1个小时，对，你们还有55分钟啊。紧接着又看到学长们依序跳下泳池，利用钢盔、水壶、睡垫等不同的工具进行借物漂浮的动作，也就是利用个人身上自制装备实施祝福。这是我们穿的迷彩长裤，跟你身上那件是一模一样的。首先将两个裤管打结，把结秀出来，然后往前抓下去，示范，抓到空气，它就会飘起来。不只有裤子哦，连上衣都可以拿来临时救命，哎，当成漂浮辅助物。小袁，你在搞什么啊？重做。看似简单的动作，怎么我做起来就是无法让空气进入裤管嘞？哦，终于教官也看不下去了。下去的时候开口要朝下，力量要猛，准备好跳起来拍下去。有了，就是这样子。抓到要点了吗？严师果然出高徒，其实教官也不是故意要凶我。如果真的在作战之中发生这样的情况，我想我现在应该已经溺毙了吧。所以海军陆战队的队员都必须接受严格的漂浮训练。水中脱逃术，就是说万一被敌人逮住了，是的，然后缠起来了，绑起来了，是的，这好像那个有大卫魔术，对，这个我们有看过，在那个电视上面大卫魔术，哎，就没了，这样子，是的。教官，这个真的是都有绑紧吗？有绑紧吗？绑紧呢，笑。水中脱逃术的训练，就是在作战的时候不慎被敌人俘虏，手脚被捆绑的时候伺机脱逃。入水之后，利用手脚、身体3个部位脱离敌阵，等待救援。看完学长的示范，接着就换小袁上场喽。但是先跟各位观众报告，这种训练具有危险性，要经过半年以上的练习，而且水下还要有救生人员随时戒备，所以请勿模仿哦。接下来我们要操作下一个科目，武装解脱。两位学长全副武装，模拟2栖作战的时候，不慎落海时，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卸除装备，然后在出水之前迅速备枪，做好随时作战的准备。小袁，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一点，好一点，要有信心。教官，可是我刚刚看那个全副武装这样子，我怕我下面来不及脱，你知道吗？这个背包还真蛮重的。对啊，万一卡到枪怎么办？教官，你看我这么帅，这么青春，我不想，好不好？我虽然知道海军陆战队不怕男不怕苦不怕死啊，可是，教官，好，我们秉持训练要循序渐进，由易至难，好吧？今天背包就先不要背了，你就着这身装备开始操作吧。好，教官人真好。虽然少了25公斤背包的重量，让我安心了不少，但是这个跳台高3公尺，好不好？就不要紧张，下面有好多人在等你，好不好？小袁，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一致陆战队，终身陆，再一次。哎呦，不要笑我吃螺丝啦，真的是太紧张了啦。下水。等一下，哦，不要说小袁你紧张了，我跟教官更紧张，因为于小袁是第一次尝试跳水，而且全副武装，其实很危险呢。是，追台湾大敌人，追台湾大敌人。所以教官他这样 OK 吗？可以，合格。
哦，感觉真是太棒了，你知道吗？尤其刚跳下来那一刻，我觉得我好像克服自己惧高症的那时候的恐惧。其实坦白讲，那时候前面什么都看不到，可是我知道旁边有很多人在保护我，所以我知道我就继续要往前游。游到最后，可是上来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有点不是很舒服，就呛到了。对啊，可是重点是我觉得我真的成功的做到说，海军陆战队他们真的要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真的不简单。那刚刚在这么多的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你接下来这个要表演？我们待会要操作是三人跟五人的水肺共生。水肺共生其实就是大家在执行水下作业的时候，如果有同伴装备故障或者是氧气用完了，就要共用一个氧气瓶。而水底下不能够说话，所以共用的时候，这些默契跟勇气都是要训练的。所以其实就是大家要除了氧气要共同 share 之外。憋气的时间要憋，是你不是只负责憋气，你还要执行你的任务，还要继续动作，你不可能在原地，所以它会耗氧，会很困难，会很痛苦。像是这种水肺共生训练，最多可以有九个人一起共用一个氧气瓶呢。什么九个人共生？现在才三个人的训练，我都已经快往生了啦，学长，我快不行了。小袁，你还好吧？好喘哦！天哪，三个人共虽然可以，真的可以吸气，可是中间你会很想要再抢另外一个人的空气。有的人会站着不放，因为他恐惧或是害怕。刚刚就怀疑那个旁边这个学长他有偷吸两口，你知道吗？等超久的。恭喜于小袁再度完成一项任务。哎，别急着休息，海军陆战队哪有这么好当？我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去进行操舟训练。来，听我口令。你们两个要搞什么东西啊？前跟后都搞不清楚。向后。许阿金，你的动作软趴趴的，真的是有损国军形象。接着操作翻覆艇训练，发艇预备。什么问题啊？翻艇是要到水里面的意思吗？当然了，你问题怎么那么多呢？当然是啊，教官，我救不了他啊，教官。真是没有用的东西，艇长，艇开回来。教官，别这么凶嘛！您之前不是也说过，训练要循序渐进啊。而且我觉得刚刚那个这个划船那个动作啊，就是只要有一个人不顺畅，是不是就坏了整个？对。就初学者而言，两位的动作勉强合格，但是离我们的标准还差得很远，请你们两位继续努力。好 ，Yes sir。所以现在翻艇训练，好，是我们等一下队员会示范给各位看。好，留给学长，你们就睁大眼睛看着。好，教官。现在做的动作叫翻艇，翻过去之后要把它覆回来，叫翻覆艇。因为这个艇只重达145公斤，这艇有这么重哦？加上在水里跟水密合的时候，就跟你刚才钢盔跟水密合的时候，它有一个水密，哦，它拉回来的时候需要一些力气跟技巧，是的。大家动作必须要统一整齐，是，大家要有相关的默契才有办法执行这个任务。虽然这艇这么重，可是叫他们翻艇跟覆艇的速度很快哦。那是，这需要一定时间的训练。好，注意，稍息，两位新学员出列。报告，是教官。经过一天的训练，啊，两位学员完成了我们相关的要求，好，我们俩在这里恭喜他苦尽甘来，大家掌声，谢谢他们。在学长的掌声之中，我们接下来代表海军陆战队苦尽甘来的糖果，总算是结束了我们一天的训练。希望在海军陆战队，我们只有听得到、看得到，可是我们真正没有去做得到。那今天我们真的都做到所有的过程、所有的课程，让我觉得说。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你知道吗？那这些过程，我会放在我的心里，然后变成我工作的一个动力、一个态度。告诉你们，看到的不要抱持着一个看表演的心态。我今天来到现场之后才知道，说所有的过程其实都是咬着牙，用意志力去逼自己完成每一个动作，才有最后呈现在大家这样子一个非常漂亮的、非常精实的展演，很不容易。海军陆战队四大风格：荣誉、智慧、小健、活泼、下水。
这一天，我们从天堂来到了地狱，经历千锤百炼，见识到蛙人的诞生。他们的训练永远没有满分，因为要不断的求精求实，勇往直前，才能淬炼成钢。他们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用坚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念挑战人体极限，战战兢兢的完成每一项训练，因为他们是国军最骄傲的海军陆战队。体验完海军陆战队的体能极限之后，接着就让我们俩一起直击陆军的胆识战场。这位就是我们今天来报道的王教官。哦，是。王教官好。好，教官好。教官好帅。好，谢谢。好，教官，我已经准备好了。好，很好。那我们今天呢？今天你要第一关是要体验什么呢？今天会带小圆和晶晶体验大摆荡、挑战极限，还有滑索这三项设施。大摆荡。滑索线，哦，听起来怎么好像，好像那个捍卫战士应该做的事情，你知道吗？对啊，而且哎，那辆车，我们救护车吗？救护车都 stand by 了，我也是因为知道我们两个太弱，知道我们两个太弱，菜鸟，好紧张哦。对啊，担心我们设施都非常的安全。哦，是好，所以现在第一关就直接走了吗？各位进行着装。对，着装之后啊，再进行各项设施的体验。好，换装，走了。好，走。都你啊，我好紧张，我，好走。虽然这里大大牌子写着“合理冒险训练场”，但是阿娘唯有看到后面一根又一根又长又高的道具，这真的合理吗？哦，刚刚忘了跟教官说，我有惧高症啦，准备要穿的这些保护装备真的安全吗？我真的不敢去想等等会发生什么事，只看到教官们很确实的仔细检查每一个装备步骤跟细节，大概是怕我们俩等等会趁机绕跑吧。报告教官，我有惧高症。我有惧高症。可是两位主持人今天如果不上去的话，就对不起两位摄影大哥。这是温情攻势吗？所以现在是温情攻势，然后叫我们一样鼓励上去的感觉，有鼓励到吗？恩威并施，有吗？对，有鼓励到吗？所以等一下是就只勾在这里而已吗？对，就只勾这一个吗？那个这个多高？这个设施平均都是12到15公尺的高度，就刚好是一个人类。对于高度的一个恐惧力，不用，我只要这样我就怕了。啊，天哪！等一下，我会先带各位体验大摆荡，就算晶晶在上面，眼睛不改睁开，只要听我们教官的指示，用右手啊把细绳拉开，就可以完成挑战。哇！而且可以体验那个失重的恐惧。讲得好清楚哦，晶晶。失重的恐惧有没有听到？对啊，而且感觉都是在为晶晶做量身打造，你知道吗？还有没有？那是因为我问的比较仔细，让他做好万全准备才能够上战场啊！对。好，小圆上，我们帮你问好了。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调整，我帮你。你平常怕高吗？我超怕。平常站在多高的时候就开始怕？大概在2楼我就怕啊，真的、哦？那今天这里有4层楼高哎。哦，我好紧张哦。那个教官，我现在身体不舒服，可以去救护车那边休息。那边可以休息，休息完还是要体验。上直接上。哎，金伟，你可以的，热血男孩，快上！妹妹往前跨一步，走的每一格梯子都超级沉重。这时候我的心跳也是扑通扑通的跳，快到简直要停下来了。于上元，虽然我是在下面，但是我也很紧张，停不下来哎！赶快搞清楚哪一个扣环是把身体往上拉，哪一条绳子是确保安全的。而且熊盖 combo 的是，教官说啊，这个大摆荡要摆荡多高，什么时候要往下掉，整个命运都掌握在你自己手里哎！都没有跟教官说我80几公斤的，这样会不会荡很远啊？会，你会敲到那边的屋檐有没有？你看到没有？那边棵树。阿后啊，徐阿金，我已经紧张到手足无措了，你竟然还在旁边给我画休。小圆，到了你要的高度就大声喊好哦。加油，
这有那个坐着缆车缓缓向上的感觉。哦，他怎么了？哦，没事没事，它只是一个空隙而已。你可以的，你越来越高了，小圆。哦，我不敢往下看呢。没关系，你看天空，看天空。上面看，往上面看，看天空。哇，你好高哦！好，好高哦！好，数一二三，要否拉细绳？你要先准备好再拉哦。于小圆现在在四层楼的高度哎。一二三就拉吗？对，慢慢数一二三。我要拉喽。嗯，好。一、二、三。Oh my god！ 我真的叫到没力了。回到地面的一瞬间，只觉得活着真好。欢迎回到地面，欢迎回到地面。哇，他脸色有惨白哎！哎，你还在抖，真的假的？哎，真的发抖哎！我跟你讲，你真的发抖哎！一上去的瞬间，我本来觉得还好，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当准备要放的时候，我真的好想回家。瞬间放的时候啊，感觉就像那种高空弹跳那种丢下来那种感觉。可是，一下去之后啊，两下之后你就感觉像别人在坐那种海盗船，你知道吗？晃来晃去，我超晕的。好的，好，于小云表现的非常的完美。没错，好，下一关前进，走。下一关，快，金金上。下一关前进。走，深呼吸。来慢一点哦。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嗯。不要看下面了。好。好。慢一点啊，慢一点啊。慢一点啊。好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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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啦！可以了，可以了！救命啊！啊！救命啊！可以了啦！在下面有十几位教官拉绳帮我确保安全，但是当我被越拉越高，身体完全腾空，面向蓝天，却看不到背后的那种不安全感，已经让我脑袋一片空白了。如果他们不掉下来，我们今天整天就只能这样子。金金加油！救命！救命！你会听到一大堆哀嚎。哦，钱真的很难赚哎！只看到我被当成人肉荡秋千，一路狂叫嘶吼，都叫到没有声音了啦！瞧瞧我，只剩下一副惊恐的模样。哎呦，我的形象都没了啦！我全身在发抖哎。慢慢往下走，扶稳，扶稳梯子，慢慢往下走哦。OK。好恐怖！回到地面了啊！嗯，来，慢慢站起来。哎呦，我的妈呀，好可怕！于小圆，你怎么那么勇敢啊？那个，晶晶，我必须跟你说一个事实。你先说一下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腿软。超高的，对不对？好恐怖！就是我眼睛完全没有张开，然后你就只是觉得一片黑暗当中，然后你的身体就这样咚往下掉。然后往下掉就开始我就不知道了，而且我发现你的眼泪好像快要飙出来了，已经飙出来了。而且今天我必须要跟你说，你刚刚掉的比我还要高。真的假的好高，真的假的。好啦，别看我镇定，我刚刚也是吓坏了。但教官告诉我，这个大摆荡还只是所有的项目当中最入门的一项。但为了让我们更勇于挑战，决定先请这一位号称在河里冒险训练场最有经验的空中飞人陈士官长来示范下一个挑战——滑索。大成功！一、二、三。士官长好强哦！士官长，来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啦。对啊，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勇敢？没有那个感觉真的很棒。怎样很棒？欸、感觉怎样很棒？你面不改色呢，有一点乘风而去的感觉。乘风而去。看士官长说的轻松，怎么换我上场？
光是爬这个柱子就让我再度心跳加速，双脚发抖，好不容易到了上头，小小的台子还挤了两个人，感觉简直是到了退无可退的悬崖边。好，现在换左脚往前半步。哎，很好。哎，你刚才移动的是左脚哦，右脚往前。有没有发现现在现场居然一片安静？大家都非常安静，在等他下。一片安静无声。不要啦！不要啦！什么什么什么？今天我要跳喽！加油，你可以的！加油加油，你可以的！一二三！两眼一闭，不顾一切的往前跳。当成功的那一刻，我发现心中的那一份恐惧感已经转化成克服挑战的勇气。只不过这份感觉对许阿金来说似乎还很遥远。好了，小姐，我帮你服务。我来看到这个冷面笑匠的士官长哦，我就觉得这个有没有很可爱？没有。哦，他不锈钢的。哦，是。对着来，手穿过来。哦，士官长，士官长有幽默了。对，哎，那士官长，那个他要上去，有没有一些话要提醒他的？你就安心的上路。哦，于小元，当我自己爬的时候才知道，你刚刚真的很勇敢呢。因为我啊还没有到高空倾斜的平台，光是爬这根柱子啊，哦，我就已经腿软了啦。我的手没力了。嗯，不行了，好可怕！好，来慢慢往下走，来慢慢往下走，左脚往下面踩。还有力啊，你骗人！哦，我被司官长抓包了。哎呦，原谅我是个瘦弱女生啦，让下面帮我确保安全的教官们失望了。才体验两项，已经让我们是精疲力尽了。丁静，你知道吗？通常一般的阿兵哥来参加，必须要在一天的时间来完成除了刚刚的大摆荡、滑索之外，还有独木桥以及单人跟双人的横渡钢索等等，总共12项的训练才算过关。而其中这一项挑战极限看起来是里面最矮的，但是难度却是最高的耶！因为不但要克服风吹摇晃，还要尽全力的往前跳，抓住了远方的钢管。看完学长姐们精彩的示范，趁天黑之前，士官长决定带我们再挑战一次。而我啊，也不想留下遗憾了。哎，我们两个距离越来越近了哦！加油！而且我在外面放好，等一下。来 ，OK。我的左脚要踩哪里？右脚用力，好，左脚往上踩，对，好，换左脚踩直右脚。我曾经在电视看过你呢。谢谢教官。可是本人哦，不知道这么说啦。不是的，可是本人比电视漂亮多了。啊，谢谢。我真的啦。我们当兵是不会骗人的。真的吗？对了，我们都是善良的。没有了，当兵人不打诳语。虽然士官长跟下面的教官不断的安抚我，但是我一站上了平台，哦，那份恐惧感又开始让我不听使唤了。不要不要不要！啊啊！你成功了，幸好有各位学长姐，谢谢。我觉得好感动，我真的。瞬间，你看，从外面玩完，现在变成全副武装。你是谁啊你？
欸，教官，我们这个防备配备这么齐全，等一下进去的地方是很险恶，是不是？没错。对，为什么穿成这样？因为在我们的夜间作战跟城镇作战，那个视线通常都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个完整的防护，进去之后才不容易受伤。什么？我以为经过合理冒险训练之后，我们已经建立了不少面对危机时的自信。但教官跟我们说，现在才是考验作战时最重要的精神战力，叫我们全副武装，拿起沉重的 T91 步枪，仔细聆听作战前的准备。因为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的地方将完全模拟真实战场。即使是走在狭小崎岖的地形里头，伸手不见五指，又伴随着烟硝味、辣味等模拟的毒气，尽管已经让半吨快步前进的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好不容易通过了这一区，没想到这时候突如其来的震撼又再度让我们绷紧神经。下雨带雨了，吴长来，吴长来，吴长来，下雨带雨了。天哪！面对机枪大炮的疯狂突袭，我跟晶晶已经吓得连动也不敢动。但是带领我们的武长却依旧继续前进，迎击前方的敌军攻击，耐心等待我们适应环境之后加入，一起打击躲在暗处的敌人。我这时候才了解，就算面对疲劳、匮乏、震撼以及敌情不明等艰困的情况，只有靠着互相的团结合作，才能用最快的速度来克服战场的恐惧心理。爆炸、烟雾特效以及布幕搭配震动地板等设施营造出的战场环境，就是要让趴在上面的我们也能够身临其境，进而去习惯它。因为根据美军研究调查，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遇到战争有50%的几率能有效降低官兵罹患心理疾病。而我们不断经过炮火的洗礼，即将来到最后一关，这时候所有敌军机枪也正式上膛，在逼近敌军的巷弄之内开始一场正面冲突。射出 BB 弹，但是为了让所有的学员都能够感受到枪的恐惧跟威力，每一发的时速啊都高达100公里，而且每一把机枪只要没有被击倒，都会自动侦测瞄准，一分钟就击出了上百颗子弹。结束了吗？结束了。啊！结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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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打败敌军了。我的妈！终于结束了，成功了！成功了！谢谢学长！天哪，好可怕哦！你看我的手，整个被打到凹陷，然后我这边整个大腿都对，好痛哦！我这也是，学长不会这个也是吧？这也是啊！这个子弹速度有多快啊？怎么会这么痛？子弹速度达高达100公里，每小时100公里，每小时100公里哦。所以这样的一个训练真的可以让你就是在模拟的时候会比较这个可以让我们可以体验到那个战场的带给我们的那个紧张的感觉，还有压力，对，压力跟威力，对不对？还有那个战场的感觉。武长啊，不要紧张了，我知道你还在紧张，枪可以放下来了，好不好？虽然最后的结果一如每一出军校片的剧本，我方终于获得最大的胜利，但我们也是遍体鳞伤。其中一个学长的大腿肿了一大块的淤青，而我的小拇指也落下了一块，可能要跟着我一周的回忆。教官，教官，看成绩，没错，胜利，哎，哇！成绩怎么样啊？对啊，这是你们今天表现的成绩。这个是我的。这边可以了解我们在每个作战区域的时候，你的心理跟生理的状况。再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
弹药的使用跟补充，可以了解我们学员在里面他的命中率到底高不高，那他的瞄准的姿势到底做得好不好。哎，有哎，那看一下于小元的，我刚打了400多发，结果命中率哎1.4%，哎，这样算很好吗？只中1.4%算，对啊，只中了1.4%。所以如果说那个教官，如果我们在战场上这样的成绩单，大概已经阵亡好几次了。你看你死100次都不够。那教官，我们这边任务就这一关就到这边，可以。所以我们现在整个任务结束了。所以可以去找老大报道了。今天一天总算是结束了哦。好，赶快去找我们的主任报道。好，走。哦，于小渊，超痛的，天哪！天哪，这什么体验啊？你好累哦。简单的，哎，主任，主任，晶晶，哎，今天参加这个体验活动，感到非常震撼吧？非常，真的，现在压力整个舒放，你知道吗？我现在全身那个肌肉啊、手啊、脚啊，都还是紧绷的，而且这整个体验是很真实的，真的好像在战场上，我刚刚好害怕哦。对啊，所以每个弟兄都会体验到吗？对。只要参与我们这边所有基地官兵都会体验到这个活动，所以这一整天下来，从外面的这个震撼教育到里面的压力训练、战场模拟训练，哇！谁说现在当兵还是什么少爷兵、草莓兵啊？哇，太困难，真是太惊喜了，我是这样子讲。为了鼓励你们啊，能够参与啊，完成啊这样的一个体验活动，所以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纪念品，这个是珍藏版，在外面是买不到的，我也买不到的。对，哇，太难得了。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做拿到这个纪念品珍藏版的邮票，我们也是要把它放到物上，对 对, 对，来拍卖，然后做义卖，那捐那义卖所得呢，然后来捐出来给那个相关的事业社救助团体，对对 对, 对，然后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对，而且这是限量版，这外面买不到的，对，外面。好，谢谢谢谢主任，谢谢主任，谢谢。在震撼的一瞬间，那种缔结归来的舒畅，是一种成长的体验。这一天，我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展开像电影一般的情节，度过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高空训练。枪林弹雨的战场恐惧，勇于挑战自我，得到满满的感动。这一天穿上了代表骁勇善战的军服，就算再害怕，荣誉和责任依旧驱使着我们继续往前进。我在体验，我在体验人生，体验一个你不知道的行业，体验一个你不知道的工作。